我买了三袋原味的葵花籽，已经吃完两袋了，你看看这都没有了啊。我老伴儿可爱吃这个原味葵花籽了，他说这个啊味儿特别好，一点那个哈喇子味儿也没有，比我们家门口那个市场里卖的又香，而且呢哈还饱满。我撕开给大家倒出来看看，这个瓜子儿大家看，绿色食品，吃着放心，个不是特别大，挺匀的这个个儿。嗯，真够香的。皮还特别的薄，而且里边的那瓜子仁特别的橙，太香了。吃瓜子就吃这种原味的，别买什么五香的呀，或是带甜味的啊。他把这个瓜子的原味一折，你都不知道这瓜子新鲜不新鲜，你这样能检验出来这个瓜子它是不是当年的或是陈年的，你都能吃出来，这都是吃货的经验。哎呀，我一吃瓜子啊，我就停不下来，就得一顿一顿的嗑。我相信啊，我们粉丝们也有跟我一样的。我把它的购买链接哈，我就放在视频的下方，也放在橱窗里，方便大家购买吧啊。